要安怎样会当头讲吼，这个企业会当真正的顺啦？我想也是抱着一份爱、爱心，好，咱也抱着用感恩与爱的心态来经营事业，应该呢，会当头福气得了咱员工的心啊！啊，那大家人同心同力。在困难的时刻都无法度呢度过，不会有什么问题。可是老板那些这个疏离较侪的心哈、啊，那么不懂得体贴这员工啊，所以那有一点啊风吹草动的时候，那就真容易引起了这个员工的风潮起来，容易失控哦、啊，就是带人爱带出人心啦、啊。